一出来还有点冷的出来晚上。今天是不是该请我吃去冰门第一的火锅了呢？喏、请这个请你。啊光让我吃香菜葱花啊。来一口秋天的味道。满满一盘子肉，你吃得完吗？吃肉不怕长胖。这是所有吃货的梦想啊。张思瑶，快看！明天再见！今天我们得跑着回家了啊！吃太饱了，走。